好，大家晚安，我是 Masasu， 然后在进行的是第13次的 Marvel， 就是乐高的 Marvel Super Hero 的游戏录制呢。现在是晚上的11:30，那就正开始这一次的第13次游戏录制呢。这一款的话，基本上好像没有比较那么多的观众在观看，毕竟这款是一款益智的动作冒险游戏，所以它的话其实比较没有那么的容易让左身就是录起来比较有效果啊。不过它真的是蛮好玩的哦，就是在于它的内容方面，应该是就是 Marvel 的英雄都在里面出现了啊。好啦，那左身大概也是录半个小时，准备收台。那现在的话，就是哎、欸、对了，最近的话就是出了一款叫做《美国队长二》的电影啊，《护航战士：美国队长二》。就是其实真的很好看哦，各位观众，相信应该会有人不少观众去看了吧，但是毫无人场，而且超好看的，哈哈。观众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如果还没看过的话。好吧，我们在这一次我们要干嘛？我们是托尔，我们会飞。 I can fly, you can fly, we can fly。 飞飞，所以他是虽然是神，不过他本身是不会飞的，他是靠他的锤子在飞的。好了，我们下降。哎，错了。好吧，我比较有点觉得没有玩，我需要熟悉一下。空白键可以往上，然后右袖的可以往下，很好。好吧，然后这个不知道干嘛。好吧，我们直接去接了吗？洛基和魂博士正在出发的航上，可能为了寻找宇宙砖块，我们需要你怎样吗？哥的没看到。好了，我们直接冲下去。我们是索尔，跳，哇！为什么我们要从天而降？这样从天而降，我们不会摔死吧？啊，没吃到，吃，好吃啊，没吃到，吃，这个钢铁人。我们的杰森，哎，什么？东尼史塔克还是什么的，我也忘了。史塔克，好吧，我们这次看一下干嘛？金融区。那这款游戏的话，其实它益智的部分，其实有时候觉得很难，有时候觉得很简单哦。只是通常都是你要去运用角色的特别能力啊，例如说它会充电，哇、哦，然后就可以用电，它随时就会带电，啾。我来帮你充电，哈哈，电路人。哎，你好，哎，我是索尔，我是神，电，打你，是我重击，锤锤，敲，不能敲，算了，没用。好吧，我们去，哎，什么声音？我听到那个有人在念，有人在念 Spider-Man。算了，我听错了。这是什么？算了，不理你了，我要去接任务。好吧，我们去接任务。刚才这次我们要干嘛？跟着蓝色的那个走。好吧，那边是哪里？刚才看下地图。地图，我们要去旁边而已。好吧。看这边有什么？飞得比较快啊，慢慢走。因为我们到了，就在那边。哎，可以直接飞过去哦。No idea, but it seems to be where the signal is coming from. 下去。是这样吗？啊，随便啦。然后这游戏的话，可能是我电脑问题啊，所以这个游戏的水的效果都没有出现，看不到水。哦，你会游泳哦！哦，原来你会游泳，你用飞的好了。哦 ，I can fly， 哦，直接飞过去，好酷！好吧，看一下这次任务要干嘛？我们这个入住准备收台了。那这款游戏的话，其实没什么观众在看的话，我自己能尽量尽快的把它录完了、啊。这游戏好像还蛮惨的。好吧，潜水艇。Ideal for locating enemies or items of interest.那最近的话，我又把那个《侠盗猎车手三：战地电视》的第26集，就是我把那个就是有音乐地方给剪掉了，然后就是会重新播了上去。结果终于成功的把它串传了上去了，这样观众可以听到我的声音了。果然有没有声音其实差很多呢。
那没有声音的时候真的看起来很无聊，有声音的话虽然还是会有点无聊啊，不过就是比较不会那么干了、啊。是什么？哦，它被吃掉了。大鱼吃小鱼，大吃小，小被吃。充满武器的研究船，这是欺骗的外表。所以你们要干嘛？那不是我们的研究潜水艇啊，是吗？不，那不是我们的。我们被攻击了。所以你在干嘛？你把人家船破坏掉了。缴械能力，现在呢？两个都会飞的家伙，哎呦，蜘蛛人怎么又在这边？是白天吗？我要有，不要告诉你沿着一个很长的蜘蛛网爬过来。你不是一个我以为会飞的家伙，你也不会飞吧，蜘蛛人？哦，尼克弗瑞来了。适合你的火箭推进机，听起来很重。哦，好吧，我们要干嘛？跳。好吧，蜘蛛人都是来这边闹的。你们现在发现吗？这是一团乱。快来清洁一下。你在干嘛？是坏人吗？哦，这坏人。打屁哦。我怎么什么都没射出去的感觉？丢火箭锤。好吧，我们说好了，说比较好玩。我是神，我是神。丢针，再给敲。他是神，没有锤子很强，有锤子更强的家伙，还会飞。小点。错了。好吧，我还是不太会习惯玩这个游戏，这是要干嘛？不会用。哦，这是爪型的哦，所以我们需要有爪子才可以用。好吧，我们不能用，我们都没有爪子，我们只有锤子，锤子跟钢铁衣服，还有蜘蛛网。是什么东西？末日博士，这是模型公仔吗？敲敲敲敲。好吧，这边要干嘛？ What can I do？某些角色可以触发爪形开关，是我们吗？不是我们吧？你没有爪子啊！你是全身都是铁的家伙，怎么会有爪子？不要跟我说蜘蛛人有爪子哎、欸！应该是没有啊，学掉。好，让我们去这边。哎、欸，这边就没有东西。组装。好吧，这是什么操控面台吧？叮。我不会，好吧，你个笨蛋，你不是大学生吗？大学生不是很聪明？好吧，还是来专业的，用专业的来。好吧，这要干嘛？又是接水管，我讨厌接水管，每次都要接水管。这个水管比较清楚吧？之前那个水管让你钥匙还有主声卡关卡半天，这个是比较明显一点，真的是好。好吧，完成接水管游戏。湿了，湿哒哒。哎呦！ Try using your laser to cut a shape out of that。马克是十二激光，马克是十二激八。好了，这边要靠蜘蛛人，这边有红蓝光。Spider sense again. Spider. What is it? What is this? 可以爬墙。这是什么？这是可以爬墙。My spider sense again. 这个是什么？是可以拉的，拉。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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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不完了。好了，完成。欸，有人被压在那边呢，有个蓝色的东西。哎呦，灌水了。哦耶，哦耶个屁啊。好了，你还好吗？这边怎么救他？你还好吗？啊，算了，不理你了，不要理你。所以这边要直接过去吗？天，要靠蜘蛛人了，好吧，蜘蛛人给我下来。Spider-Man, where are you? My spider sense again. What is it? 位置里。怎么都靠你这啦？啊，那个神跟废物一样都没用到，都派不上用场。好吧，我输了。Good job, Spidey. 小蜘蛛，你们两个废物，完全都靠我，看我表情就好了。然后呢，组装。哦，终于
这个看起来是所有的，终于所有派上用场的。哦，一神所有电到人了，恭喜。Enter。充电。Great, let's go. Yes, let's go. 好吧，走。锵锵锵锵，会反弹的哦。锵锵锵锵，好玩的锤子。锵锵锵锵，锵。好了，这边要靠蜘蛛人。没有哦，这边要美国队长。好吧，我们没有美国队长，那我们就闪人。And you're making all this noise? Get him, boys! 哦，一堆人啊，大头兵，抓抓抓，就射击游戏。哎，其实蜘蛛人好像他的蜘蛛丝不是从他的身体射出去的，好像是他另外做了一个机器，然后用那个机器射出去的。好吧，小妹，那什么东西？下啊！哎，有水，可以往下吗你？好吧，他不会潜水，你不会潜水，你只会浮潜。飘，这边可以下去吗？好像可以，好像又不行。算了，我们去上面那边看看。飞高。所以这边过不去了，这边过不去，好吧，过不去就算了。我们看看干嘛 ？What can I do？ 好，有时候卡关的时候，你需要把一些周围的东西给打烂，然后才能做组合，就是这游戏的一个卖点，就是很麻烦，你一定要自己把他们打坏才能组合，真的是好烦，麻烦。好，看来是什么都没有，呵呵，被骗了。他什么都没有，空空如也。这个嘞，这什么都没有，下面跳过去的意思吗？耶！哎，错了，飞。哼！哎，你怎么黏在那边？呵呵，你黏在那边干嘛？这应该要靠斯达克吧？我觉得那个斯达克可以把他轰掉。这什么？哎，充电器，快点！电池来了。充电时间。这什么东西？大草蛇。什么东东 ？What's this？ My Spidey sense something close by. Something close by. Spice.现在时间是11:46，什么东西？哦，没有啦，11:44，再录一下，准备收台。好了，这什么东西？组装时间。又要砍铁人，真的是吼，那个蜘蛛脑袋，就是把出开啦，让专业的来。不过就按个机关而已，哎。哦，这个也控制啊，酷哦。可以吃这个吗？没有。这我们还在干嘛？哦，这个。闪针。有了，这样也有。然后呢？这是下面那个，我吃得到吗？我可以下去吃那个东西吗？吃不到，吃不到就算了。我也不想吃，因为我也不知道吃那个是干嘛，完全不知道啊！这可以烧掉吧？叮，嘣，这什么？组装，请你组装好吗？好吧，我们一堆充电器。说来说，这个大型电池，移动式电池，哇，都不用怕家里没有电，都没怕没电，真好。
啊，谁这个？嘣！把充充电充坏了，超载，电力超载，那就可以过去了。耶、yeah ！钢铁侠和人类蜘蛛这条路是通的。人类蜘蛛是怎样？人类蜘蛛 ，Man Spider， 你们这 Spider Man， 人类蜘蛛。好了，此路通了。这边还有什么？敲！快点，说我帮你开路。说说说，一拳说我。嗯？什么东西？你是谁？你是谁？默多克。你是哪个反派英雄啊？你是干嘛来的？他怎么那么好笑？我可以丢了他吗？把他丢下来。他怎么长那么滑稽啊？哎，你好，我要怎么打啊？可以了。喂，好屁哦，烂小兵。然后呢？我要怎么打啊？哈哈哈哈哈！笑什么笑？哦，反弹反电。我躲在中间就没事了。哦，他会追踪的。哦哦。哎，放鬼咬人飞在那边，我要飞在那边。安全点。哦啊，死了！妈的，我要把你丢下来。真，哦，看我的威力。Behold my awesome power! Behold my awesome power! 乱喷东西。Now my power is screaming! 我打你。He's down. He's down. Attack. 下去。打。打哎，打不到他。Fuck you. 开啦。还是换鼠好了。丢锤锤，丢锤锤，锵锵锵！来了，顶楼，这我可以把它打下来了。锵，锵，还有吗？哦哦哦哦哦，乱喷射！怎么打啊？被我打到了，叫什么叫了？阿仁呢？阿仁不见了，怎么弄个小兵？烦呢，量产型小兵就跟萨克一样，萨克，量产型萨克。I am not done yet. I need you yet. 下来。刚，我又来了，啊呀呀，啊呀呀呀呀呀呀，吵死了 ！Oh no, not again！ 刚刚刚刚，还蛮好打的嘛。Oh no！ 个屁啊！吵，怎么那么吵？你是哪来的反派角色？莫多克，你只是令人失望，一瞬间就出去。然后嘞，你在干嘛？好的，带个屁呀、啊，吵死了！下来，下来，下来！备份系统，满功率。这这，我只要在这边就没事了。我在这边就没事了，烂死了。Was it enough？ 哎，后面不打哈。赢了赢了，现在时间是11:49，好吧，这是我看过最烂的反派角色。哎，跑掉了啦，你要去哪里？潜水艇往下，太强了，我们的潜水艇。为什么？淹水了，船沉进水了，快准备堵漏！你在乱敲东西，然后堵漏啊，那边跑。哎、欸，你竟然把人关起来，太过分了！怎么可以那么过分？这样，
found any lightning inside this vessel. 召唤不到任何闪电，我没控住了。你召唤闪电要干嘛？把我们电死是不是？ My telekinesis can separate water molecules. 哦，这么厉害，真希望我也有。电能，电能力真好。好了，现在你要去哪里？哦呦，被压到了，被压到了，他被压到了。什么东西？储存点，那种沮丧的感觉，那种沮丧的感觉。在唱歌是不是？你这冷淡泡泡，哎呦，怎么了？集中你的保护安全，哎呦，这是效果啊、这是电脑的问题吗？还是怎样？你可以走快一点吗？哇，一个凡人可以在水中间保护自己，真好。我们神就不能这样做，神会游泳，神不会游泳，神不防水，只防电。好了，我可以直接操控琴吗？哎，我要操控琴，琴要去哪里？好了，我们来这边。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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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你不要这样，画面还我好不好？好麻烦哦，这边应该是水的效果，还有变这样。回到纽约城才不要嘞，继续。好吧，我们看一下这边要干嘛。哎，烦呢，这地方会很烦。这家第四台哦，解码频道，好烦哦。我们可以找到室内的地方吗？快点往上走，快点，请你走快一点，那么慢。啊，这边要干嘛？这边可以打吗？那边应该有路吧，所以我们应该是从那边过去。快点，请过来，请 ，Over here，Over here。哎，烦呢！快点，画面还我，画面还我。这是要玩稿哦，这是要玩什么啦？啊，换人啊，吵死了。我们要去哪里？左边那边好像有路啊，我们去左边那边看看。这条路吗？将有没有？有没有？什么东西？我什么都看不到，我看不到，我什么都看不到，看不到，听不到，说不到，什么都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啊？这里是哪里？过我都过，快点画面还我好不好？哎，烦呢啊！我要收台了啦，这样怎么玩？这是怎样？气死了！设备动态模糊，应该关掉。固定垂直动态模糊，动态模糊。视频，应该不是这个。效果，中，接受。我还不知道调这个有没有用，如果没用的话，我就收台。我还记得存档，不然这存档你都没有了。24%，14%怎样？莫名其妙。好，我先关。